Lord Jesus Christ, have mercy on us. It has begun. Let us pray. Who are you, demon? Tell me your name. Ego Sucrientius Habitat. 这是2005年的恐怖电影《驱魔》，但在1976年却真实的发生在了一个23岁的德国女性身上，而真实的故事远比电影更惨烈。欢迎来到凡有所想，我是小凡。1952年，在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出生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婴，父母起名叫安娜丽丝。安娜丽丝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但不幸的是，她的姐姐在8岁的时候因为肾病去世了。在安娜丽丝16岁时，她开始经历一些奇怪的体验。刚开始是在课堂上出现了短暂的意识丧失，旁边的同学形容她像是在神游。接着在当天晚上，安娜丽丝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她感觉有个重物压在了自己身上，全身处于一种无法动弹的瘫痪状态，动不了也无法开口叫喊，很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鬼压床。忽然他感觉到有一股温暖的液体顺着大腿流了下来，由于极度恐惧，安娜丽丝还出现了尿失禁。庆幸的是，这种鬼压床的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就突然消失了。安娜丽丝自己更换了衣服和床单，第二天早上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母亲。母亲安慰她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噩梦而已。在这段经历之后，安娜丽丝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正轨，她也没再出现那天晚上的经历。直到一年后，17岁的安娜丽丝再次出现了之前的情况，先是在课堂上出现短暂的意识丧失，然后当天晚上出现了鬼压床和尿失禁。第二天早上，安娜丽丝又告诉了她母亲，母亲听说后决定带她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安娜丽丝的身体，也做了脑电图，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他只是从安娜丽丝的描述中判断她是出现了癫痫发作，但考虑到他上次发作是在一年以前，所以就没有给他开任何治疗的药物。也正好在这段时间，安娜丽丝患上了肺炎和胸膜炎，同时还感染了肺结核，以至于他被送到了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就在住院这段时间，安娜丽丝在医院里经历了第三次可怕的体验，还跟之前一样，她在半夜经历了鬼压床和尿失禁，但不同的是，这次她叫出了声。医院里的护士和其他人都被他恐怖的叫声惊醒了。在这次发作后不久，安娜丽丝体验到了完全不同的经历。她在念诵经文时，竟然闻到了一股尸甜的香气，像是紫罗兰的花香，并且她还产生了新快感。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她认为这是圣母玛利亚显灵了呀。护士注意到了安娜丽丝的异常，把她送到神经科医生的办公室进行检查。医生给她做了脑电图，发现她的脑波出现了异常，于是给她开了一些抗惊厥的药物，但这些药物似乎没有太大的效果。在一次念诵经文时，安娜丽丝忽然看到了一张鬼脸，这让她开始害怕诵经，但后来不管她有没有诵经，都能经常看到那张鬼脸。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安娜丽丝肺部的感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于是出院回了家。但当她回家后，所有人都看出她跟以前不一样了，她变得易怒、忧郁和喜怒无常，有时候还会爆发强烈的愤怒情绪，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愤怒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不受控制的狂怒行为。不仅如此，鬼压床和尿失禁也再次发作。在发作时，他会变得四肢僵硬，表情狰狞，就像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控制着他的身体。但即使经历着越来越频繁的可怕体验，安娜丽丝还是坚持上学。1973年，21岁的安娜丽丝进入了大学，但在大学期间，她的情况却变得更加糟糕。她每天都要挣扎着去听课和完成作业，像早上起床这样简单的事都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到。他对医生说，他好几次都想尝试自杀，但最终都没有勇气实施。医生判断他是患上了抑郁症。也就是在那年，安娜丽丝的幻觉进一步加重，
他产生了幻听。刚开始是在半夜听到了敲门声，而他的家人都没有听到。后来他又不断听到有声音诅咒他下地狱。医生为他做了全套听力检查，但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看到束手无策的医生们，安娜丽丝也对医疗越来越不信任。他开始把兴趣转向阅读宗教书籍。有一次，安娜丽丝和母亲以及一位家庭朋友去基督教朝圣，而这时安娜丽丝变得无法忍受基督教的神圣场所和物体，例如十字架或耶稣画像。如果任何圣物靠近她，她就会开始大声狂叫，我看到了恶魔，并愤怒地破坏掉这些圣物。她也拒绝喝基督教的圣水。据此，这个家庭朋友对安娜丽丝的母亲说，安娜丽丝可能是被恶魔附体了。于是安娜丽丝的父母咨询了几位神父，要求进行驱魔仪式，但是神父拒绝了请求，说驱魔要有主教的许可才行。在德国天主教会中，只有出现了严格符合设定条件的情况才能被批准驱魔，而安娜丽丝对宗教物品的强烈厌恶只是一些初步迹象，并不完全符合条件。1973年，一位叫阿尔特的神父第一次见到了安娜丽丝，他认为安娜丽丝不是癫痫发作，而是被恶魔附体了。后来安娜丽丝的身体状况逐渐恶化，表现出了攻击性、自残、吞食昆虫、蜘蛛、舔食自己的尿液，整晚都以扭曲的姿态躺在地板上，以及学习狗叫等等。而当她出现狂暴行为时，需要三个男人才能压制住她，有时还必须用铁链绑着才行。1975年，在神父阿尔特的支持下，主教终于批准了驱魔，并同意派出神父来给安娜丽丝进行驱魔仪式。1975年9月24号，神父对安娜丽丝进行了第一次驱魔。在接下来的10个月期间，安娜丽丝总共经历了67次驱魔，每周进行1到2次，最长的一次持续了4个小时。渐渐的，安娜丽丝失去了食欲，变得日渐消瘦，但她的父母和神父阿尔特却始终没有联系医生或把她送到医院。事实上，所有这些驱魔仪式都是悄悄进行的，他们没有告诉周围的人。接下来会播放一段安娜丽丝在驱魔过程中的真实声音。神父阿尔特认为，这是安娜丽丝被恶魔附体的重要证据。1976年6月30日，在安娜丽丝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晚上，她极度憔悴，还发着高烧。但即使这样，神父还是为安娜丽丝举行了驱魔仪式。在过程中，安娜丽丝用力下跪了600次，向上帝祈求赦免。这不仅导致她的膝盖破裂，也让她虚弱到无法进行驱魔仪式的行动，必须靠父母的搀扶才行。最后，她极力恳求神父宽恕她的罪行，然后她又向母亲说，我好害怕。说完以后，安娜丽丝就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23岁。在她死后，她的父亲想让医生开具一张自然死亡的证明，但医生在检查了安娜丽丝的情况后拒绝了她的请求。尸检报告指出，安娜丽丝的死亡原因是在进行驱魔仪式过程中处于半饥饿状态和将近一年的营养不良和脱水状态。她的体重只有30公斤，双眼周围呈现黑色，膝盖破裂，手臂和手腕上也有淤伤，并且还患有肺炎。经过调查，当地检察官认为，即使在安娜丽丝去世前1个星期，她的死亡也是可以被避免的。1976年，当地警方指控安娜丽丝的父母神父阿尔特以及另一位驱魔的神父犯有过失杀人罪。由于在德国的刑法中有一项标准，父母如果遭受了足够的痛苦，可以不必受刑罚，因此安娜丽丝的父母不必进监狱受罚。而两位神父由于过失杀人罪被判入狱6个月和3年的缓刑。之所以处罚这么轻，是因为驱魔在德国是合法的，也受到了主教的批准，
而主教在批准驱魔时并不知道安娜丽丝的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如今安娜丽丝的墓地变成了一个著名的朝圣地，不少人相信安娜丽丝的确曾被恶魔附体，她为世人承受了痛苦。但也有不少学者，特别是心理学家，在仔细研究了前因后果后，认为安娜丽丝并非被恶魔附体，而是患有癫痫和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患上精神疾病的原因也是有迹可循的。首先是她家庭的功能失调。安娜丽丝的母亲是个极端的宗教信徒，对孩子们也一直很严格。在孩子们眼中，母亲是个蛮横且控制欲很强的人，姐妹三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母亲的严格控制。她们不允许和异性接触，不允许跟周围人有过多的社交，甚至不允许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安娜丽丝的父亲是一个参加过二战的老兵，经历过残酷战争的他在情感和情绪上表现得很淡漠，虽然也很关心自己的女儿们，但他选择忽视妻子对女儿们的不正常管控，他也几乎不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夫妻二人在对女儿的教育方面都缺乏情感的培养，孩子们的情绪和情感得不到正常的表达和疏解。随着安娜丽丝的长大，她渐渐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了强烈的憎恨，而她的父亲却表现出对她的不理解。在姐姐死后，安娜丽丝成为了家里的长女，所以她又比妹妹承受了更多的来自母亲的压力，而这些压力就是导致安娜丽丝第一次发作的原因。其实在她第一次发作之前，一位叫伦德的心理治疗师就注意到了安娜丽丝，他认为当时的安娜丽丝患上了神经衰弱。第二个原因是环境的巨变，当安娜丽丝患上肺炎住院的那段时间，对她的人生来说是一次巨变。安娜丽丝从小就因为父母的管教缺乏和外界打交道的经验，再加上身体患病，她适应重大生活改变的能力非常有限。当她突然被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后，安娜丽丝变得抑郁和退缩。不仅如此，医院里的其他孩子还经常孤立和取笑她，经常叫她鼻涕虫，家人也很少来看她。这些压力导致了安娜丽丝的第三次发作，也导致了她的性情大变。第三个原因是母亲和神父阿尔特对安娜丽丝的影响。安娜丽丝的母亲对流言蜚语的担忧甚至超过了对女儿病情的关心。当她的朋友对她说她女儿可能是被魔鬼附体时，她立即就采用了这个说法。毕竟谁会对她女儿被魔鬼附体的事说三道四呢？而这之后，安娜丽丝看到的鬼脸就被说成是魔鬼的形象，而她癫痫发作的症状也被看作是魔鬼附体。有意思的是，在安娜丽丝产生幻听之前，她的母亲就曾跟她说她有一天会开始听到声音。1973年9月3号，安娜丽丝告诉医生说她的身体里住着魔鬼。这位医生注意到当时的安娜丽丝对自己的想法非常没有判断力和决策能力，而就在这段时间，安娜丽丝见到了神父阿尔特，他对安娜丽丝的情况很感兴趣，并且倾向于认为安娜丽丝是被魔鬼附体了。而神父阿尔特也不同于其他的神父，他自称是灵媒和心灵感应者，他还声称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能够分辨出一个人是被恶魔附体还是生病了。在后来的庭审过程中，神父阿尔特被认为拥有病态人格，而且从他自己描述的一些过往经历中可以得知，他也曾产生过幻视和幻听，因此心理学家认为他可能还患有精神分裂症。更让人震惊的是，神父阿尔特描绘的一些幻象和安娜丽丝体验到的非常相似。而让安娜丽丝最终产生情绪崩溃的原因是，在她最脆弱的时候，最亲近的人相继离开了她，让她失去了精神依靠。1975年5月15号，跟安娜丽丝很亲近的祖母去世了。不仅如此，她的妹妹也因为工作要搬出去住，可以说她最亲近的两个人同时离开了她。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她向神父说在她的身体里还住着其他六个人，分别是杀死兄弟的圣经人物该隐，迫害过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尼禄，造成上百万人死亡的纳粹分子希特勒，16世纪的一位不光彩的牧师弗莱施曼，背叛了救世主的圣经人物犹大，以及被称为堕落天使的圣经人物路西法。
心理学家分析，这些人物中包含了性、愤怒和内疚。她对自己的男友皮特产生了性渴望，对自己的母亲产生了愤怒和憎恨，同时她又对产生的性渴望和憎恨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这违背了她所信仰的宗教教义。她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背叛了信仰的叛徒。而最初的魔鬼撒旦可能是她把对自己没用和邪恶的感觉进行了人格化。好了，看完整个事件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留言评论。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